成本哎，从来没有。哇，天哪！大家好，我是抗衡雄郭吉言，国人统计平均中药会不会超过30药的郭瑶？不是，请问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超级开心！埃及，埃及，这是本集我从来不知道最大制作。还有马，等下还会马远他们也会来。哦，这次的金主马远马董，先搭太行去泰国转机，然后一样是搭太行到埃及。拜，埃及见。你们在埃及的导游，我叫做阿布拉斯·巴法斯鲁斯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埃及。可以再问一次你的名字吗？Let's work in.毛吉豆花，哇！埃及这边有这个店，有。刚才就回台湾了，刚落地啊。这真的可以换的。可以啊。好久没看到这种衣服哦，真的哎。哇，好可爱哦。女神，喊你哥，喊你哥。你今天变装吃什么？要抢别人鸡？你是老师还是学生？他是应该是妈家长。你是家长吧？他是家长。应该什么都没带吧？带不带？不是我书包早抢来了。谁会抢书包？是坏同学，对，还是坏同学。我真的很 Q 弹，哎，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好吃哦，很好吃哦。看你们的 YouTube， 真的假的？谢谢谢谢，感动，好感人哦。哦，真的？你是看哪一只啊？海底捞。哇，谢谢，可以跟你合照吗？我们都会主动要求跟认出来的人合照，因为你可以吃豆花。今天有人认出你，哇塞，哎，你这在桃园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很吃得开耶。